第二段開始啦。咁啊，第一個咧係圓部嚟嘅，比膊頭闊少少，過翻嚟。好，頭向上頂。我哋手一扣一擺，只腳可以唔喐添，係咪啊？啊，平移嘅個腰係平移過到嚟。坐後，攬著尾。好，去到你嘅左邊。身體基本上上下，我哋係保持住，係啦，上下垂直嘅線啊，斜中圓正，好，神龍擺尾，坐後爪底向上，按左手切右步一，右手喺前，右手喺前。来，坐后，一，切步，三，收住肚一，跟住再收肚二，来，三，好斜飞势，余步翻去原位，入翻，好，扣我哋嘅右脚过嚟，好出声。踩好了上下垂直一線，擠向前，好起，又是一個八號兩次，向下烏低身，身體向前呼，隻腳要伸直，兩手的距離上提上吸，鬆下去呢是垂直一線，好了，再移到你的左腳，右腳一活步，扭去，好，蹲腿向後，坐後，海底針，係起向前，展開兩個手打平嘅，膊頭又係平嘅，好向上合埋嘅時候收住腹。去到你的右腳是平移過嚟，一活步向前，再向後切你的左腳向下，一個鬆一個緊，係咪？係啦，你打出去的時候，你的右手和你的右腳咧上下都要相對嘅噃。好，大拇指遙望鼻尖。弓步向前走，踩好，留意呢个胯嘅位置，唔好扭。系啦，手向前，腰系应该向边个位置？你嘅立足点好重要噶噃。拉人哋过嚟，有冇用？有冇拉到人啊？我唔觉得你系拉紧人啦，系咪？系啦。拉人，你要有個感覺係用力嘅喎，